是各位亲爱的讲师班员，大家下午好。那后学非常感谢天恩师德老前人前人大德，那感谢点燃师，还有各位讲师，还有各位班员的厚爱，愿意，然后就是说让后学来分享这一堂课。那后学也是诚惶诚恐。那感谢我们就是说各位就是我们玉皇宫相关的崇德班的班员，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台风天齁，能够上这样子一个就是精进自己身心灵的课程，那大家都是龙象之才齁，那请大家一定要肯定齁，肯定自己这样子齁。那一刚开始那后学也想说，因为我们小朋友喜欢听故事，那后学也喜欢听故事，那想必大家也喜欢听故事齁，后学先送个故事让大家打起精神这样齁。后学之前有认识一位点团师那点团师齁，他到海外开荒，他也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思，那他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在那个柬埔寨开荒产道那想当初他到柬埔寨开荒的第一天那讲师群就跟那个那位点团师说，点团师齁，你放心，你来了你就是打电话给后学，后学就会打点一切就会打点一切这样。那他就这样子一股就是说洒劲，然后对上天有这样子一个信心，就这样子搭了飞机，拿着行李就到了柬埔寨的机场。那到柬埔寨机场他就就是说因为人生地不熟，也不可能就是说有任何的一个亲戚在那边，那他就毅然决然打了那一通电话。那打了那一通电话跟大家报告没有人接跟他没有人接可能对方有事情或是有重要的药物在身。那点完师就那一位点完师就在那边开荒产道从没有，从陌生，然后一直到这样子开花结果。那暑假的时候后学有上过他一次线上课程他说他有一次到柬埔寨就是蛮荒的地方开荒，然后设临时佛堂。那在设临时佛堂之前，前一两天那个远在比如说那个台北要去就是说可能要去高雄之类的这样子距离，然后前一天就打电话去关心嘛那边的道亲说，经理点完师齁你要来齁很高兴啊，你不用带什么东西来齁，你不用带什么东西来，然后如果点完师齁就是关心我们啊，你请你带一样东西。那么点完师听了这句话之后，心里面就起了个疑问，你叫我不用带东西，然后又叫我说要带一样东西。那结果那个道亲说，经理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在这边旱灾啦，缺水，你带鱼来，你带鱼哦，带鱼来这样子啊，鱼不是 fish 哦，不是水里的鱼哦，是怎样下大雨啊。那这根本在强人所难，那点轮师又不是海龙王，有没有？那点完师就接到这样道亲的一个接到这样子一个任务，那点完师那一天晚上就睡不着了，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就是内心祈求明天一定要下雨因为才能够让道亲信服，然后让道亲这样子相信这个大道。那隔天清晨艳阳高照就是说太阳普照大地，然后出发六点出发的时候也是这样，跟这一台车他开车就这样子过去那边。那大概将近在三个小时之后到他家了到他家之后也是就是说开始张罗准备，那大家的话就是说准备这些就是供果啦还有就是临时佛堂相关的事宜。那厨师也煮完菜煮完菜，那大家也用完餐，那点完师跟大家慈悲勉励完之后，就请大家出去找有缘人回来求道
好、哦，那大家就是这样子，就是一股脑，然后诚心敬意的，就当大家要出去找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是铁皮屋嘛，就听到外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请问是那个是什么声音啊？那是什么声音？下雨的声音。下雨声音。哦、大家高兴的跳起来，哦，那也是诚心所感呐、啊，哦，那因为就等于是带动道亲念之在之，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众生，希望众生得离苦，那我们何其荣幸啊，在生长在发一重德，何其荣幸哦、根基祖德佛缘都非常非常深厚，在这样子一个一贯道总会里面跟大家报告，总会那边的话，就是说。发一组占总会六成的道务量，六成哦，发一组哦，包括白水圣地这一条金线下来，然后我们崇德，我们崇德占发一组也是六成的一个道务量，我们崇德去年2020年道务没有停顿，反而讲至少成长了 1.5 到2倍。的一个道务量，其他的道场啧啧称奇啊，因为承天景命，我们就是说崇德已经迈入标准，达标准不稍歇息，为模范再接再厉，有没有立标杆传承永续呀、啊？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跟着不休息菩萨在修在办，是我们。的一个福气啊，不休息菩萨有提到，如果没有在当体，没有在，就是说礼天，哦，礼天下来凡间的一个誓言，就没有现在三朝普渡你的这一份的一个修办因缘哦，我们都照崇德班咯，那崇德班算是最高殿堂的第二步哦，最后一步就是崇德学院啊，所以。我们也肯定我们各佛堂的精英齐聚在这里、不为什么，就只为了自己精进努力，成为上天的一个啥堪用人才。那不休息菩萨也有慈悲有讲到，你们这些点燃师跟讲师啊，都是天兵天将，还有班员哦，就天兵天将讲投胎转世来了，因为有你们。让后学啊，后学就是不休息菩萨，越帮越忙啊，越帮越忙。那不是说帮倒忙，而是讲办更多上天的事情。哦，让不休息菩萨有怎样？为了众后学有操不完的心，开不完的会，设不完的班，办不完的道，就是。那个讲不完的话，念之在之都是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些班员啊，不要小看自己现在在就是说在坐在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讲桌上来聆听这样课程啊，那我们观世音菩萨也都之前在疫情前也都有讲，都随时护佑在我们的一个线上课程这边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这样一堂课。那好好的一个就是说精进努力绝对都是怎样值得这绝对都是值得，绝对不会让不会让浪费。那马云我们阿里巴巴集团马云有提到改变痛苦，不改变嘞，不改变更加痛苦。的确后学之前有认识一位读经班那读经班我们开读经班就是为了要广度有缘嘛。他读经班阿嬷很好，他要走慈济，他有跟后学讲说啊，我给他慈济的话，我们能够来你家啊。他最后也没有来啊，可是他之后也发现啊，他的党癌症，然后我们也希望说他来求道来修道哦。那可是他最后还是怎样跳脱不出来原来的舒适圈，跳不出来原来的那一种这样。环境跟舒适圈，所以就是应验下面那一句，不改变更加痛苦，家里贫穷就算了，身体又遭殃，然后子女又不成气候
子女也有染上疾病所以你看一家人这样子，就是说命运转乖舛，然后就这样子受到无情的一个命运的一个侵袭，你说可怜吗？后雪不清楚，后雪只相信因果只相信说我们修道办道的确都是可以改变命运，然后你现在已经正式在改变了，改变脱离舒适圈是痛苦的没错，可是别忘了我们就是怎样，我们以往后雪听那个仙佛讲我们以前就是舍弃了多少荣华富贵跟怎样妻恩子爱，才可以换得这一世在怎样上圣法门修办的因缘，而且又跟着不修习菩萨因为我们点燃师之前有提到我们求到了起点是各宗各教的终点，再讲一次，我们求得上圣的信理心法早上欧学心中堂才刚办到而已，我们也奉为圭臬，求道让众生求道的起点是各宗各教的经典所以我们有没有感觉身上起鸡皮疙瘩起来的确有这样子一个怎样一个感受所以我们改变痛苦，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正向改变，往上改变，向善改变，善良的善改变，所以我们都与有荣焉，一切都值得一切值得。你看一下这一章观圣帝君骑的他心爱的宝马，驰骋沙场，过五关斩六将，这一匹白马当初在吕布那边辗转到种卓之后又辗转到曹操，有这匹白马怎样天下无敌，可是他为了拉拢关圣帝君，最后宝马一定要送英雄所以他也送了关圣帝君，就是为了要怎样纳为麾下纳为麾下那关圣帝君讲千里寻兄一点意呀那也是离开他，那也是就是过五关斩六将那就是这样子一个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因为桃园三结义的一个关系，这样忠于祖师忠于自己，忠于上天所以这匹白马也跟着关圣帝君这样子一个成就，在大陆的一个关圣帝君庙有立这一只赤兔马的铜像，也列为仙班公大陆的一个就是说相关的众生膜拜。那相对应的假借皇帝十二道金牌把岳飞招回来陷害忠良的秦桧夫妻也一定被立为铜像，就是说供奉在就是关圣那个岳飞岳武穆的庙门的一个就是说庭园当中供众人唾骂，这是千真万确。后雪之前跟太太就有去大陆那边参观，的确看到秦桧夫妻立铜像就列在那边，那个铁笼还要装铁笼，为什么要装铁笼你知道吗？因为会被破坏，会被踢这个真的就是说人的一个生命，你看你可以万口流芳，也可以怎样罪孽深渊。那你看我们已经到崇德班了，我们知道如何修持自己的一个德性，我们如何知道说如何精进自己的一个啥念头所以精进年圣训研习那一本书有机会回到各公坛好好的一个参考，好好的一个研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个责任更加的一个怎样加深我们都是各坛的一个精英跟栋梁那跟着苍蝇你找到厕所，跟着蜜蜂你找到花朵，跟随成功者容易成功，跟随失败者容易失败，跟随仙佛菩萨容易成为仙佛菩萨，你是谁不重要，重要是你选择的对象跟着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跟着谁？我们跟着济公活佛。济公活佛是谁？万国教主呢，灵妙天尊。有没有感觉这样子一个圣号好像真的就是
就是说让我们讲望尘莫及呀、啊。可是他是怎样大大的万国教主，那我们呢？我们是小小的小技工。那我们今天从这样子一连串的课程下来，我们相信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充电，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接受佛堂仙佛的一个啥洗礼跟教正向的一个教化，所以我们跟着仙佛菩萨走，这一路走来，我们这样坚信不疑，因为我们这样，我们肯定道真理真天命真啊。那我们敬爱的不求行菩萨啊，他在79年也提到，要成为模范道场，必须人人具备四好：学道学得好，修道修得好，讲道讲得好，办道办得好。蒙上天肯定，仙佛屡次灵坛及前人老成道后所批示与学修讲办行训文甚多。你看不修岂不萨、哦、他有讲哦，办一每天办一场道，那个每天办一场道不是说就是说办道点道，而是办盛世一场、哦、办盛世一场。那你们今天参与研究班算参与一场盛会。那不修岂不萨有讲哦，每天讲办一场道，他说什么浪费生命，每天办两场道休息，每天办三场道正常，每天办四场道加班、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让那个，我们今天我们听了一连串课程，那晚上好好的就是说在精进努力的看一些圣训，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哦、或者是你等一下下课之后到玉皇宫帮忙，那你这样功德无量、哦、功德无量这样。那我们要肯定就是众仙佛菩萨还有我们这样白羊修士，我们是白羊修士，我们不是白羊信徒哦。信徒是什么？归拜，跟着大甲妈祖，跟着镇南宫归拜，然后抬轿。那问那些信徒，迷茫的信徒说，为什么跪，为什么拜，为什么要专神教，得到妈祖的一个怎样加持护佑。如果你心地好，他们都不了解根由，不了解的根本。如果你心地好，你也是妈祖的千百化身，那妈祖就想随时护佑你，干嘛几人在农历三月的时候在那边一窝蜂的去怎样去做那些事情哦。所以那些信徒他们因为没有踏入道场，他们怎样不清楚他们的根本。那我们已经踏入道场，我们的根本就是仙佛菩萨的千百化身，只要你愿意，你也是不修习菩萨哦。所以我们不修习菩萨这样子，他说人人必须具备四好。那这里为什么讲必须具备四好？只要你把这四好做好，你自然就可以这样行道行得好哦。哦，那2016年6月日本道场济公活佛也有讲哦，其孔门四科哦。哦，那这四科里面有提到德性的代表的一个学生就是颜渊闵子骞哦，颜渊闵子骞。刚刚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敬爱的陈经理也有提到哦，闵子骞他有提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有没有？哦，那言语里面，言语科里面有宰我子贡，政事科里面有冉求记录，文学科里面有咋子游子夏，那不贤官圣誉啊。那后学之前也一直在就是道网上慢慢听，那真的那孔庙大家一定要去咋求证。那或许有去求证过，那跟道场上所讲的都雷同。那个台南的孔庙全台首学，或许跟太太结婚之后有去呀、啊，去参观正殿，就是供奉我们的一个孔庙的一个啥大乘至圣先师孔子。那其他在两边或是正后殿，真的就是四圣七十二贤人哦，四圣就是颜回、曾参、孟子跟孔吉。我们颜回被后世称为啥父圣，曾参称为啥中圣，
孟子称为亚圣，孔极就是子师称为这样肃圣，七十二贤人这样子配享圣庙。那今天赤兔马配享圣庙了，我们四圣七十二贤人也配享圣庙了，还有我们有去崇德园，你还记得吗？还有我们如果没有去崇德园，你去想一想，我们的一个斗六重修堂那边有祖师祠，甚至我们在玉皇宫二楼后殿二楼不是也有祖师祠吗？哦，那些白羊的一个啥成道仙灵有没有配享圣庙？诶，的确百分之百都有，百分之百都有，而且那个只是讲仅仅只是代表性的哦，代表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归空之后能够回来报佛号的，就是说点燃师代表而已，可是没有回来报佛号的班员就是说兢兢业业修持的班员跟讲师，没有来回来结缘报佛号的也是想千千万万。那这样子千千万万，那虽然说我们看不到配享圣庙，可是想无形当中他们也都在我们的祖师祠，也有在我佛堂这样子列位先班，还有讲护道甚至我们崇德园那边不是有白羊大仙崇德仙灵吗？有没有那崇德那个崇德园那边也都有提到小朋友都是看到我们的崇德那个崇德仙灵还有白羊大仙在那边开会小朋友都看到他们在那边开跟着不休息不散在开会，就是为了要打帮助道所以我们都有那一份你要相信都有那一份，只要你坚定信心的走下去，不是缘而已你求道算有缘，可是你有修有办就叫有份。所以金石普渡云云弟子欲证天学者，皆由学修讲办行五科中考核所以你要去讲从这五科当中去讲下功夫，慢慢下功夫。那我们道地禅师也有提到学道要学到圣贤的法度，修道要修成弥勒大度，讲道要讲到真正深度，办道要办到十方之广度，行道要行到三朝之了度。那这样子我们要了解到圣贤仙佛他们的一个这样庄严，他们的一个德性都是当初他们在世的时候，在世有血有肉的身躯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一路走来就这样子一个兢兢业业，他们所承受的一个苦难远比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白羊修士还多到我们无法想象。那他们成就了，他们这样成功了那我们也要慢慢要就是说去了解到这样子一个这样历练这样子一个就是说琢磨那我们都听到以前有两颗木头那这两颗木头，一颗木头被这样木匠师精雕细琢，他一直忍耐精雕细琢之后被雕成这样木鱼被雕成那个就是被雕成讲庄严的一个观世音菩萨，一个就另外一个木头这边酸那边痛，不要磕了不要磕了，然后就被雕成木鱼。所以一被雕成木鱼的整天被掌被敲敲经念唱，忍受就是木匠的一个精细的雕琢，最后变成庄严的一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法相所以这一世不白来，不白修，不白办，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这样，只要你坚定信心的来讲协助济公老师帮办这一场，你就是我们就是的一个就是称职的一个啥小济公，也是我们标准的承德人所以你要这样，你要知道。那像之前新闻报道非常非常这样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敬佩的高雄义大的一个啥
医院的一个院长杜元坤，他已经怎样捐了哦，他已经行善积德捐了1亿多了哦，他发誓，因为他的一个启蒙也是这样，也是因为高雄石原阿嬷的一个精神，让他有一次石原阿嬷到医院里面去帮他看诊，阿嬷说我这边酸那边痛，杜元坤医生有跟他讲说啊，你这可能爱断医哦。哎，阿嬷讲啊，我无法度断伊，我还过做济安怎？做济人爱救。阿嬷讲，你要救啥？啊，我都伫咧卖自助餐的啊。啊，我都是迄个安尼，迄个石原阿嬷。哦，那一旦那个啥杜元坤杜院长看到阿嬷这样子活菩萨拖着疲惫的一个身躯，思思念念心一心一意，就只为了要帮助众生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家己。自己怎样？自己花费卖掉7栋房子都这样，引以为这样乐哦。所以杜元坤因为受到他的一个这样影响，所以他也行善积德啊。他也讲说，他毕生的积蓄将来也不会留给后代子孙，后代子孙他都一切打理好的啊。这个钱是他这样上天给他了，他自然要回馈上天啊。所以你看他这样子一个医生、哦、知道行医要救世，只要知道要广结善缘。你们等一下下课之后晚上有空赖手机啊，义大医院的院长杜元坤啊，搜寻一下，你就会看到他的一个相关报道哦，会流眼泪哦，真的是会流眼泪 啊。那你看他虽然没有在道场，可是他知道他的一个使命跟任务。好，那我们的一个使命跟任务跟他是不一样，我们是救灵性脱离苦海，他们是救人的一个啥肉体，那还是一样啊，个人办的事情咋，个人去怎样完成个人当初在里天的一个啥誓言哦。那不分高下，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做好自己的一个的分内工作就好啊。所以行道要行到三朝之了度啊，那上度七天仙，中度人间善男信女，下度地府幽冥鬼魂啊。那我们在人间，我们就好好的这样办人间这一场啊。我们的白尔圣帝当初在釜山的时候，也常常跟这样访道的道亲讲说啊，你们来拜节很好，那怎样？你们的爸爸妈妈怎样求到了吗？啊，爸爸妈妈如果还没有求到，你来这里做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身旁周遭很重要的亲属，爸爸妈妈一定要赶快劝他，你怎样用求的用跪的，想尽办法也都要忍辱负重的去怎样去为他办人生很重要的一场啥盛事。哦，那北玄宫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8月21号，他才21岁哦，8月16号就这样子离开了哦。那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不舍哦，所以虽然大家都在我们的道场上修道办道，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哪一天我们讲即将离开人世间，那离开部分也是有一定的因缘哦，所以我们不要怨天尤人，我们讲随时活在当下，把握时时刻刻的每一分每一秒，那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啥警觉跟任务。我们效法行有菩萨的一个啥慈悲为怀的精神效法我们不休息菩萨，思思念念都是怎样众生，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化作菩萨身，行菩萨愿，然后怎样伸出我们的一个双手，那众生自然都能够讲受你而感动，踏入道场。那哪吒三太子也有讲，学道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道就是屎，就是尿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的太多了那修道在心肠道场说实在的也是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把我们的心怎样把我们的心放软众生的心吃软不吃硬再强调一次，
众生的心吃软不吃硬，我们这一班的负责讲师那个林讲师啊高讲师，我们何其荣幸在林讲师、高讲师、肖讲师还有黄美惠讲师，这些讲师他们都是菩萨心肠在照顾着我们，那他们都是在各个岗位上还有在各个佛堂上，他们都是讲度化很多众生，那他们在讲道也讲到心坎上面去，那办道也在讲道场上无怨无悔的一个办道，就像就是我们这一个月下来至少我们的一个研究班至少可能有两天到三天，那行道在身上所以我们行道在身上，这里有提到说你所听所就是接受的这些正能量的一个啥行为跟念头我们一定要讲把它落实在身上，把它行出来那这样子才是讲身心灵合一的一个合格的崇德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学修讲办行完全是怎样，完全都是缺一不可，那一刚开始也是从学道开始就是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它里面有提到说那个道在身上，然后如果说道好我们就想接收，道不好我们就是放在心底，不要有这样子一个就是说不好的一个啥就是说行为然后产生，那一定要怎样好好的去了解到这里面的一个啥用意。那济公佛南极仙洞有讲，学道越学越和气，修道越修越欢喜，讲道越讲入性理，办道越办越契机，行道越行讲越终举所以今天我们越来越怎样进入道场上的一个核心，你们都是核心各班佛堂的一个核心人物咯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好好怎样在我们相关各单位部分，那各单位不是只有自己的一个佛堂，你还要把它行在日常上你的家庭你的一个职场要和气一点要欢喜一点那怎样讲的话要讲入性理，要讲到人家的心坎，那讲到人家心坎人家接受你去度化他才可以讲他还才会被你吸引过来，那办到越办就越契机，那真的就是说有心要办到，那时时刻刻你的心跟上天连接在一起，那自然而然上天就是这样被你诚心所感，那时时刻刻都有可能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都有办到的一个场合跟你这样配合，都有这样相关的因缘，那行道也这样越行越中庸之道，规规矩矩，那不偏不倚所以不修习菩萨五度，学道有进度所以你看我们讲每天每个月每年所学的都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崇德道场班务部分的规划，2021今年还有新的一个班务的改本的书都有持续不断的一个演变，也是配合众生的一个因缘，也是配合上天不修习菩萨跟诸天仙佛时时刻刻在上天讲开会，然后来就是佛堂的结缘的这些圣训，所以都有一定的一个进度，所以上天一直在讲持续不断的一直在推着我们往前，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个言行，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德性上有没有在我们的一个道学上进步呢？那修道也要讲时时刻刻也要要求自己心性涵养要深一点，讲道要讲到让人家讲摄受，让人家喜欢，办道也要讲循序着制度。你看像不修习菩萨有来结缘那结缘两三年，他要讲凡我崇德人只要忠德，只要守着崇德体制遵崇德律法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啥没有任何的一个闪失，好好的遵的制度走，以后都是这样列位先班，每一位
白羊修士都可以立位仙班。那行道有啥程度哦，一定有一定有一个啥程度，就是一个阶梯。今天你要去想一想，如果今天菩萨仙佛菩萨他们啥是100分，你现在的 label， 你现在的程度请问是几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爬山是辛苦的，因为我们会累，上坡都是辛苦的。你已经走到崇德班，而且又是我们各坛的精英，那这个真不简单，都有这样至少70分咯。100分就是圣贤仙佛菩萨的脚步咯。那这样子一个这样剩30分，剩30分的一个这样就是说距离我们更加要兢兢业业。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啥消息啊，一的100次方等于一，1.01的100次方等于37点多，0.99的100次方等于0.3。所以你不要小看一跟1.01差怎样0.01，一跟0.99也差0.01。你不要以为说你啥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懈怠一下，你一稍微休息，你一稍微懈怠，你就坠落的0.3，一到0.3，恐不恐怖？恐怖。一到怎样37点多，有没有很高兴？绝对很高兴，就是因为你这样，你坚持每天进步0.01，你坚持到盖棺论定之后，你就是从现在的一跳脱到37点多，那你也这样，你也与有荣焉，你的这样诸天，你的一个祖先也都沾光哦，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个啥依据哦。好，来，那你看一下这里，供求仙佛慈悲指示讯，启动学道的按钮，转动齿轮无止休，揭开修道之序幕，人生演绎我直丢，创立讲道之基业，奠定红线易得流，开拓半道之荒亩，勤耕应弄任理修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子一个学到的按钮你都已经按下去了，谁按的？没有人指使你按，是因为你想按，你的缘分就在这样子，你牺牲了无数世的享受，才换到这一世又在先天大道崇德道场上的一个修伴。你牺牲很多，你要记得牺牲享受，最后怎样享受牺牲。我们想不想享受牺牲？想不想？想想。谢谢你回答。后雪也想呢，后雪也很累啊，可是怎样，我们不能一直累下去啊，各位浅显啊。那个后雪在 公子学校就是跟大家报告啊，就是因为看到我众生很苦啊。那个之前认识一个学生，他们家生六个小孩，那个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六个那个候选那时候就有在那个道场上，那个就是说学习的，那个因为他那个就是说智商上有一些那个就是说困难啊。他们家六仙女呢，啊，他因为就是说有一个困难，他是领有手册的，但是都还是 OK 啦，就是讲话都 OK。我就问他说：“啊，你到生几个？”老师问到生六个。啊，伊讲吼，啊，我老公啊，几个有手册？哦，伊讲差三四个啦。其他一两个嘛是拢有类似伫资源班遐读安呢。啊，讲啊，爸爸妈妈有手册？伊讲爸爸妈妈嘛拢有手册啊。啊，厝下要哪生活？啊，伊讲安怎？啊，厝诶，就是安怎？啊，单人救济呀，当进户分钱呀，每个月残障津贴呀。啊，你看他这样子先天受限。你看一般人哦，一般的那些社会上的精英，我们跟他讲道，我们跟拉他来求道，他都不一定听得进去，因为他的因缘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都听不进去的，更何况这些。可能在先天上受限的，你跟他讲这些，他会跟你来，可是会持续不断的能够自己主动愿意来修道办道的，的确少之又少。那其实你看他这一世就是这样子，随手就是这样手往上
等着政府救济家里面的那些救济品，跟你保证，多到怎样？多到堆放不下，多到怎样？长蛆、长虫，多到发霉，最后都丢掉。那个冰箱的东西，他有讲哦，那一共啊，冰箱的东西多到怎样？恶心想吐，多到放到都坏掉去。人家救济很多，你看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怎样？因为众生可怜，他这一世就这样子一个程度，他如果没有守心向下行善积德，他下一世要投胎轮回到哪里去？各位浅浅知道后学的讲什么吗？你看现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斯兰酋长国这样掌握，整个大家都要逃离出来，可是没办法，一系之下二十几天这样子风云变色，他哪知道二十几天从八月十五美国撤离之后整个样子猪羊变色，从天堂掉到地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现在在天堂了，我们一定要在维持在天堂的一个这样一个阶段一个 level，学到修到讲到办到，一定要讲咱转动我们人生生命的在白羊怎样血泪史啊，不修习菩萨有他的血泪史，他兢兢业业精进不渝的，从我那个以前年轻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的度化还有狐狸跟他的点化之后，他就这样子六七十年奉献在道场，奉献在众生，他把他的血泪史这样完成了，还继续在上天领导我们，那你属于你自己白羊的血泪史勒，你要翻，你要写，你要开拓哦，你不开拓，你这样你不耕耘，对不起 sorry 没什么都没有，下一次再来，那下一次你要去怎样哪里，下一次呢？那个记得之前你们台中道场有传来哦，他说那个柬埔寨那边的道亲，你们台中那个开荒道柬埔寨道亲那边，他说那边的道亲怎样归空了，归空都托梦回来台湾呢，台湾的讲师，他跟台湾的讲师说啊，台湾讲师啊，后学怎样离开了，后学感谢啊，台湾啊浅浅来开荒这样子啊，后学讲要投胎哦，后学讲要投胎到这样更偏僻的一个讲东南亚国家去讲修行的家庭去讲修到半道，那台湾点人是跟他讲啊，你哪不来台湾，你哪要过去更加横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一个讲国度去修到半道，那一位讲那一位就是说海外成道的一个讲讲师讲哦，伊讲安怎我嘛做想的啦，啊我安怎那个功德银行积太少啦，三师怎样财师法师无畏师啥做太少啊，所以天必只能投胎到另外的一个蛮荒之地的一个修办家庭，他说要投胎到台湾咋修到半道的一个啥的一个路口看不到尽头咯，来在这里给大家鼓掌一下，你当初就是因为积了很多，所以你才可以在讲在万人专项当中有这样子一个入口可以投胎到台湾，这是真实的一个血淋淋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哦，这是生命故事，海外道亲传过来的，这个相信我们相关各佛堂都曾经看过，只要我们那个道亲有来，后学就一定跟他讲，所以我们肯定，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肯定我们在台湾我们是福气，你看这一次参数的强台你看又偏离了，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报，今嘛台湾疫情又有点在发烧啊，现在物价，现在整个经济，然后整个因为纾困关系大家怎样大家都很辛苦，后学之道都很辛苦啊，那所以一切安怎一切感恩在心头，那今天能够上来的又更不简单，因为你能够上来代表安怎你平安，代表你怎样生活还过得去哦，那些生活过不去的他现在有可能去当外送员，有可能再去讲餐厅当服务员，有可能又去工厂，
不得不加班，就只为了赚那一千多块的钱。那相信我们上来都不缺那一千多块，我们知道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勤耕易弄任理修的一番盛业，需要我们去怎样去执行啊，需要我们去执行这样啊。所以在不修习菩萨这里有一篇训文：执起目比是好评，学修讲办教贤因，学道精神不耻问，学道之心秉义诚，学如仙佛自伟大，济世救人挽颓风，学习君子自不弃，才德兼备为精英哦。才德兼备哦，你要怎样在十祖里面三千共构天职搬成十祖，你真的再一次强调，你真的要认十祖里面工作。你如果十祖里面还怎样还找不到怎样门路的，你赶快跟你们的银宝师跟佛堂的一个怎样因为点完师都很忙，跟你的一个银宝师还有中医自班讲师说十祖里面后学可以担任什么，你就会讲有才有才能，那你才会你在持续不断的付出当中，你谦虚涵养，你才能够长兼备变为道场的精英。学无止境常请益，学无常师见贤从我们要见贤知师己，见不贤怎样内自省哦，学到越学越精进，学到过程乐无穷哦。你看那个真的是乐无穷啊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孔门师可里面你看像我们的一个颜回有没有屈躬而正之啊颜回他们家徒四壁，可是他乐大无穷，他3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是怎样入圣庙的第一人哦，入圣庙的第一人，那他在高兴什么？他在怎样体会这样子一个精进的一个啥圣道那我们要了解到四书研读旅人亦学以致用勤用功，修道精神不二过三请事物须遵行，学如祭佛之潇洒，重罪独醒真伟明成规陋习决心改，修身养性得明明所以我们修道精神绝对怎样不二过。什么叫不二过？是不会做第二件事情吗？还是说心里面不会有那个不二第二个念头闪过来？圣人是心里面不会再有第二个念头所以我们三宝心法里面要常常时时刻刻要下功夫，不要让我们的不好的行那个讲不好的心念又讲翻上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念头，然后又讲无边的那个就是无边无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思维染上心头，那这样子都会讲污染我们纯洁的心灵修道之心如皓月，行如风也坐如钟出淤泥而不染不沾染，学如工以貌如雍，讲道精神善分享，道之尊贵素有朋，讲道入理正心念，己利利人更从容，由赖平日功夫下，穷理尽性智慧通所以你看一下修道之心如皓月皎洁的一个月亮，时时刻刻普照在黑暗当中普照大地，讲道精神善分享，那我们的这些点燃师跟相关的讲师讲这些道理，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学习他们的一两则故事，那你能够分享给你生活周遭的人，那你记得讲到入理正心念，正心正念时时刻刻涌上心头，你才不会有所偏颇，才不会邪气入侵啊，穷理尽性智慧通，这里也提到说我们的一个心性的一个涵养一定要智慧通达，要下功夫去这样那言行合一慎独坐报道奉行测始终，解业受业解惑责任重，引领愚盲反正中，言出必行讲信用，因为道在二六中，办道精神不辞苦，任劳任怨为众生，度人成全为己任，休戚相关同步行，所以办道精神不辞苦不喊累。你看刚刚我们敬爱的陈经理，他上完课之后马上又快马加鞭到玉皇宫玉皇宫今天有4Q 也是他专职的一个带动，那也是心心念都为了众生就是付出就是成全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子一个大无畏的一个精神，好好的来怎样
来讲，复出半道庄严，甚至慈圣众尊敬仙佛，存谦恭，为礼细节尽美善，恪守职责真圆融，半有为事无为表，动静皆宜心光明，见道成道契机有，成天景命助道宏，由各点传与坛主，亦有讲师示好行。所以你看这里讲，我们半有为事，但是讲无为之心来讲衬托，不要觉得说这个都是有就是自己的一个私心欲念产生出来的，那这样子怎样仙佛不看重自己，然后可能也没有任何的功德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这样子一个学修讲半行，我们的一个讲五科一定要讲好好的一个去讲精进不渝的，好好的去看重，好好的修为，那一切跟着上天走上天无时无刻都在讲引导，都在精进，都在讲就是加鞭快马加鞭的一个，就是说把相关的一个步骤都讲为我们讲铺好修道半道的路了，那只这样，只要我们的跟着道道场走，跟着银宝师，跟着前前走，就这样子就可以这样一步一步回到礼天。那因为时间关系，后续称称师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讲不圆满地方哈，叩求仙佛慈悲赦罪，然后再请我们相关的讲师这些无愿牺牲奉献的讲师再做补充叮咛指正谢谢大家，谢谢。